还是你厉害、啊嗯、一个电话市长都听你的。这刘局长，曲局说要封工地啊。这个工地不能封啊，这是我亲手抓的重点项目。刘局长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这工地挖出人头骨来了，可能牵扯到命案，按照原则必须得封啊。你这办案子也得顾全大局啊，我们金川这么大一个工程，是你说封就能封的？喂，把手机给刘副市长。啊，刘副市长，嗯，找您呢。我刘玉堂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明白。同志们，我们先按江河同志的意见办，工地先封。还是你厉害，你一个电话，市长都听你的。你以为你哥有多大能耐呀？工地是我的，我自己认赔了，市里能怎么样？我们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调查，所以工地必须停。但有一点我向你们保证，停工期间所有人的工资照发，待遇不变。我就一句话，请你们相信我孟川生，这点事儿都不用来。哎，我知道你也忙，这工程啊，好歹有你哥的事儿，通融通融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可是打小光着屁股我就认识你，咱可别帮了官似的，这不认识路。别那就错了，没事儿，大哥，我能理解。那我先忙去。你这个说话嘴上没个把门的。